want to. Please don't be polite, cause I like your attitude. Let's forget about a curfew, cause all that is stuck in my head is me and you. Pulse speeding, my heart is racing, but I'm not sure I wanna pace it, cause it only does this with you. Our bodies meet, I can feel the tension, move us into the next dimension. Let's just let our bodies be true.欢迎收看野人部落，欢迎收看野人87号部落。今天野人 vlog 就由我们两个对来代班了，开场。今天是达人 vlog， 温妮 vlog， 打温 vlog， 不要。其实我们上礼拜已经来过一次了。对，没错，温妮 vlog 去了大象山，在阿里山的西北方。那我们现在呢？没有看日出，对不对？东边，对。几点起床？3点。哇，OK， 我们现在是中午。达哥，我可以郑重邀请你一起看日出。没关系。我要有年轻人的一些，不，再讲一次。达尼 vlog 成立。发现这集开场不会用在这，耶、yeah。有可能会在这，真有可能。因为 Kier 哥说他今天会很快的抓准那个节奏。所以他那边开场应该会蛮无聊的。请问野人 vlog 开场就一定要这样子先走过100个阶梯才有办法开场？不相信，真的野人 vlog 开场不用这么的搞纲，真的。来慢慢走好吗？其实我蛮喘的。你不是每天走？不是每天走。哎，真的不要这样子走开场哎。我跟你讲，依稀已用策划的野人 vlog 我尽量少来。上次去一个温泉，先开4小时的车，再走3小时的路，然后这一次他妈又走楼梯，又坐4-5个小时的车，他妈走这个楼梯来做一个开场，超到我。哎、欸，我看我们还在半山腰而已啊。对啊，转个弯还有10分钟就到。我操！哎来了，到了，各位。哇，哎、欸，你看那个楼梯都是自己弄砍出来的，是自己砍出来的，先这样砍，再这样砍，用那个阶梯。这个都是这个椅子哈，就是我们做最传统做的。这个都是我们老一辈的。阿飞，我是建议你先喘一喘，再跟我们解释、啊。给他1分钟，给他1分钟。真的，你看他这个体型也算辛苦了。你叫胖达来跑，他也是不行。在早期哈，这个地方是我们男孩子一定要来这边的地方。怎么说？因为呢，这个步道哈，在早期是我们猎场。我先解释一下，猎场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这一个组、这个部落有一个共同的默契，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算是我可以打猎的范围。对，所以这个后面呢，就属于他们这个村庄的一个猎场这样子，所以他们都会在这个猎场里面去进行狩猎的一个活动。对的，对，在这边之后呢，稍微休息一下，对，然后就开始就玩这个菠萝教。哦，跟我一样，现在很喘，是很喘。你真的很喘，你真的超喘。你这个会被你朋友笑的。我的朋友都是这样子，也都这样子，整个州族都这样子吗？你们看到那个比较瘦的哈，那个都是混种的。这个笑话就只有他们能开。往下叫的原因呢，是导致我们族人说上来帮忙我抬。你先教我们你的叫法是怎样，我怕我们都听不懂。好，长音就是请人帮忙，短音的话呢，短音就是你今天打到几只。你要不要帮我们叫看？因为我觉得通常知道这段路的话，应该是不太会有人要上来帮你。会，一定会有。好，来，等等，我稍微叫给你们看。有了，真的有，哎。
样就可以了。就是我刚刚第一声有回应的话，代表他们就会上来。等一下，我今天野人 Vlog 也不是说我一个人就是直接来这边，六大金刚一定会有人来陪我。谢坤达，叫你啊，叫你啊！我回吗？回他！没有来，谢坤达，不死心。杨洋，吴杨林，呀！啊，不是我，是我。他都来了，要合体了。黄玉恩，呀！请上来，谢谢。你可以上去呐喊一下。好。到了。哎，阿赖，我们算是小待一下。这地方叫什么？叫做茶山村，茶山村也叫做加压嘛。那么这个村呢，也是很特别哈，是由三个族所组成的。是。这个第一个就是周族。周族。那第二个就是布农族。布农族。第三个就是汉人。汉人。那以往你们进来哈，我们都会怎么样？在早期会怎么样？会给你们卡人头。那现在不一样哈，现在呢，我们也是有改变，对，改变的心态，然后慢慢的去迎接大家，然后三个族呢就开始共融，我们一起在一起生活哈。好，我们茶山村的特色呢就是凉亭很多，我们在早期哦，我们这边哦都是常用室内的，比如说我们住的家，下面就可能就是埋自己的先人。我跟你们不熟哈，我走进去茶饮的祖先，你会高兴吗？不开心。所以呢，我们外面哈家家户户呢都建凉亭哈，外面的凉亭就是我们的客厅。然后我们也很喜欢分享哈，假如一些样，我们今天达到桌之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凉亭之后呢，叫左右邻舍的一起过来这边一起怎么样？分享它，分享它。我懂意思，对，我觉得是有一种无私啊，对，我觉得像我们也是自己爬上来嘛，我们也是无私的分享给我的好朋友，让他们知道说走上来可以看看这些美景有多么漂亮。我们欢迎谢坤达以及黄宇恩，耶，有点喘，对，本来没有这一 part 的，想说也要让你们累一下，真的有点累，一起享受，共患难啊，对，这边的话你风景你可以看一下。内容呢，你可以回去看节目，因为我们都解释过了，已经讲完了，对，已经讲完了。我们刚在下面也帮你开场了，对，你帮我开场，其实也不用那么激活。我跟你说，真的上来就只是与你们分享这个美丽的风景，想不想了解茶山部落？想，回去看频道就可以了。真的不想再讲一次，好，我们就下山吧。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提前十分钟，各位，而且我们的丰富度又是比原本设定的好，好看啊，好看！你开场就已经加了很多好料，非常好多好料。开始啊！哎，现在 video 给人那么实劲就对了，现在都那么实劲。我会说我已经拍半小时。哎，你看我们现在换上了那个短裤短袖，就是应该去玩水吧。但是等一下也是请当地的这个向导嘛，就是带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茶山部落。我想应该就是一些溪啊、瀑布啊，抓一些小蝌蚪啊。不是，十分钟够了，走，换衣服 ，Go。我觉得蛮速食的。我来教大家怎么做这种事。等一下我们的脚不能踩在这个铁板上，通常就是要扒在旁边的这个护栏上面。没事，无敌风火轮。风火轮，你看过吗？加菲猫啊。OK OK， 其实我们是有两个选择了，还有前面那一台。无门车，但我们三个都上了这一台车。对，哎，还是我开这个小白，我载你们。Go go go！ 本来是他们要开，结果我觉得每次到一个新地方，我都很喜欢开车，然后开这个手排车载你们。
后面大概有20条生命，真的。为什么一直乱叫？他回应你啊！哇！哎，恭喜你，你的米掉了，你的米掉了，你的米，哎，那个米掉了，米掉了，哎，我们的米。一个转弯，被我们的车的米就掉了，没有饭吃了。喂，好好的路不走，这一段有点嗨。哇，我觉得我蛮喜欢的。哦，赞你哦！啊，赞你哦！你们要搭建你们休息的屋子，真简单哦，真简单。我等一下上去，你们一个一个拿给我。好。这样子两个往下，然后绑起来，绑蝴蝶结这样子而已。脚要勾起来，对。走，可以玩水了，耶！在地了，可以可以。哇！要不要有小船？哇！哇！有了！各位，好奇怪的画面哦。真短，好厉害哦！来跟你玩玩，借我。屁呀，你腿那么短。好，跳喽！来，哇！干嘛？加油！快！一、二、三、三！哇！哇！这个炸，这个炸，这个炸，这个炸！这个炸哎，现在是投票员，帮你整理一下，帮你整理一下。哈哈哈哈哈！只能爬上去。我再看一下，我看他怎么跳，我再试看。他最小一点，最小一点，小小的。叫我再约他。
现在来分配工作，我觉得温妮，你就是负责我们的饭后甜点，去刀马鸡。好。昆达，虾子就交给你抓了，我就负责生活。然后我们等一下的火就一直往这个地方点，然后等到火越来越大的时候，再慢慢拨，慢慢拨，慢慢拨。哦，拨出来的概念。对对对对对对。可它烟好大，等一下。如果你有甘蔗渣，就不用顾虑到我刚刚讲那些东西。慢慢好。好了，我现在是要负责来抓虾子。等一下，我们要先收集材料。就是我们那个棚子的那个叶子吗？对，这一种也可以拿来制作，来抓虾子。抓虾子。对。取下来它的叶子，就是会弄成一大把，搭在上面，给它绑起来。它是要长一点的吗？对，当然越长的越好，因为我们中间会放一些饵料，它就会慢慢爬进来。等一下的话，你就是站到这个位置，从这一边尾端收起来，动作不要太大。喂！刚刚瞬间丢过来的时候，一堆东西耶。有时候还会有小鱼，对啊，哎有哎有哎有哎，螃蟹，螃蟹，那螃蟹在用手，对，小心哦，小心，它不动哎，还是有，它还是有在动。没有，他这个已经挂了，挂了。对，因为他休息了，他是休息。哦，休息，他不是挂了，他是休息。挂，剪掉，挂，剪掉。没有那么容易耶。有时候会卡太深，对，他就会卡。哦，不要再坚持了。我们等一下就这样拿个五只虾回去。你觉得 Kid 会讲什么？干什么你？哇，那我们现在感觉不够吃。没有，我们一个礼拜前就有先收了，所以。哦。对。好，小心走喽，我们回车上了。OK。哎，要不要介绍一下那个小米酒啊？就是我们来自我们阿里山茶山部落自己所酿造的这个迷你优，里面有意思就是到处游走啦、啊，乱走的意思，很开心的感觉啊。干杯怎么讲？周族话。别说呢，别说呢。别说呢，你不要说你能喝啦，你要先跟我喝再说啦。别说呢，别说呢，好喝。哎，随便睡觉。今天的工商时间。领域展开，无量空出啊！好帅，好帅！咒术回战，这个是我看过最好看的动画，好像赶快看下一集哦。那这部最好看的动画的作者是谁？你知道吗，博雅？阿贝，你谁啊？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谁？你等一下你就知道了。记住这个名字，借鉴夏夏老师。他就是你最喜欢动画的作者，我知道啊，金夏老师是最强的。那我问你，
老师的老师跟老师谁比较强？老师，那当然是老师比较强啊。借鉴夏夏老师曾多次公开的表示，他最欣赏的就是裘宝岱仁老师，他深深的受到老师经典作品《死神 Bleach》的影响。わかりました。所以裘宝岱仁老师也很强吗？干嘛装作不知道？你不是也拍了一支死神的工伤吗？没关系，台哥，真的先不用。那个你这样讲，唐僧也不会交钱。但是那个木曜观众可以订阅一下《How Fun》，我们现在卡一百。你没有听过死神是正常的，因为你年纪太小。来，把你的手机打开，赶快下载《死神羁绊之刃》。好，下载中。好好研究一下帅气战斗的原点。不是，等一下。那在下载的时候，你可以详细介绍这款游戏给我听吗？哈，想听我介绍这款新的游戏？对。你要我把这款游戏的特色好好说给你听？对，既然了解死神的工伤，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本事。你是不是以为我讲不出来？不，现在的你当然讲得出来，但这样子我就不信你还讲得出来。竟然来这招，背下什么借剑下下九宝带人死神，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没有大字报，我岂被攻三小朋友？怎么样，阿贝，是不是无计可施啊？你什么时候产生我无计可施的错觉？我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超越万劫的力量，虚化。《死神羁绊之刃》是最还原动画剧情的卡牌手游，玩家在完成主线任务的同时，还可以享受重回空座町与主角黑崎一护一起勇闯失魂界和虚圈的剧情。同时，这是一款国新游戏，抽卡几率高，资源及稀有道具容易取得。快约你的死神同好一起来玩《死神羁绊之刃》！哦，真没想到你来这招，但我还有这招，看我归刃剑！不要再玩了啦，大招来大招去，要玩就快点去玩死神羁绊之刃啦。感谢死神羁绊之刃，让木曜多活好几天。因为我就写名字什么的，然后他那边加工，他用刻的帮你刻一个威尼。哇，帮我刻威尼耶！好，那你让他休息，谢谢。好难得哦，我在节目上没听过。对呀，谢谢。你好。你们在那边不要谈情说爱，赶快做你们的那个。我要捣糯米。不够大力，大力！哇！其实我们比较喜欢吃有颗粒的。哦，有颗粒的麻吉哦，好像比较有嚼劲，对不对？对啊，有。哇，吃不下去了。你要试一个，我最想要的那个啦，客厅里面。哦，是不是很重耶？看起来很轻松，对不对？根本没有办法像他那个声音。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对啊，他开始有鼻子。你有一声，有一声。好酷哦！对。这盘子
软绵绵的，而且很好摸哎。对，它就是要这里毛毛毛毛的那种。好特别，我第一次吃到现捣的麻糬，而且是我自己捣的。来来来，白白的是什么？砂糖。白糖。超好吃，超级好吃，继续吃看，超好吃，手都没住了。Erica 超好吃，对呀、啊，真的超好吃，我超喜欢这个话题，真的很好吃，这个很特别，超好吃，我没有吃过这种那么好吃的麻糬，而且是我倒的，大概有一半是他倒的，一半是我倒的，很好吃，我没吃过这种麻糬，哎。真的好吃，记得跟旁边我的这么好吃，不错。就说了吧，我等一下休息一下就来开始做竹筒饭，因为他先分麻糬。大概是哪个位置？那个我的哦，好，我们省钱就可以这样，直接接过。一定要动。对啊，好的，刚懂。耶，成功。小心线了。好。小心线了。好。这集感觉是各种野外技能求生 ，get 的那种 get。然后我们装七分满就好了，就太多它会爆出来。来了喽！哎，怎么讲？怎么讲去？别说能，你不会喝酒，不要说你能喝酒，别说能，干杯的意思。哦，哦，如何？甜甜，比较淡。嗯。哎，我们这什么时候好啊？然后我们用这种比较高这种方式烤啊，那个油都会被我们逼出来，对，所以就吃起来比较不油。Hola, pistolas。好酸的，好酸。而且还三次呢，直到流眼泪，太感动了。怎么那么虚呢？他在我手上。大哥好鲜哦！我第一次来野人 vlog 就这么感动。米酒，我太想米酒喝完了，后面还有啊，还有两瓶。第二瓶喝完了，没事。还有我呢，身上还很多。哎，真的好吃哎，那个油都被逼掉了。找一下那个，人家说要阿孙塞，阿孙塞啦，阿孙塞呢？谢坤达，你要不要上看？一个巧劲，要斜斜四十五吗？对，有点。中间要中间，对，这边，对对对，不对，你看对不对？不对。哎，你们可以吃那个猪肉，他们正在等阿叔塞，他们都为了阿叔塞都不吃猪肉。这就是传说中的阿苏塞，真的是阿苏塞，阿苏塞来了。这
真的阿顺师不行，感动到流泪了，真的。妈，阿顺师，哎、欸，阿顺师可以带回去举报吗？厉害。啊，真的屌哎、欸！只要录音带就是对王哎、欸，对，就什么都叫阿顺塞，鼓励阿顺塞一下。喂，请问是阿顺塞吗？哎、欸，你好。哎、欸，我要想要跟你说，你们东西很好吃。真的，谢谢你啦。非常好吃，是真的。哦，那个谢谢谢谢。不会不会，你们客气呢哈。谢谢你。好，谢谢。一头雾水，你没有打过，你们也打过，还有给他鼓励，一定要给他鼓励。你这样说，有人讲说，哎、欸，你们那这个鼓励真的很棒的，跟我们那三口用是有差的。他说，哦，你打通呢？我想，阿实在一定很常接到这种。还要还要还要。还有两个，再一个，水已经在里面了。这代表快好了。快好了。啊，你们有加什么料吗？没有，就饭。白饭，原味，加水。好看，对啊，你手不烫啊？超烫！我也不知道你吃这个糯米饭，你会想要流泪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在火旁边。竹子的用处原来这么多，今天才发现，它可以做成各种东西。以前是还可以搭成那种床，比较硬的。哎、啊，你没有回答他问题。我觉得这饭很好吃。很怕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后，就变成下课花露米。现在已经晚上了，我们点灯了。等一下呢，我们要再带大家去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算是一个每个网美都梦想的一个打卡点。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出现在这里，因为要过来这边可能要有点时间。小心哦，好，慢慢走，前面有阶梯。而这个水友同源，对，跟那个关子岭的比起来，是差异在哪里啊？差异吗？都是一样，是地底瓦斯，天然气的。对，天然气这样子。那差异的话，就是我们这边会比较小一点，但是还是一样这个天然气。是，台湾就有两个地方，就有两个地方。对，然后一个就是关子岭，然后我这边一直没有来过，终于有机会来到这边。终于有机会。其实我有一个小故事要跟你们分享。哎呦，哎呦呦！我们今天带的火把原因就收足一个神话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原因就是因为早期我们这个周族哈，就是因为有一场洪水，所以淹没我们整个部落。是。然后我们所有周族人跟动物全部逃到这个玉山上，可是那时候没有火源呢，我们没办法去做生火这个动作。有一只非常漂亮的鸟，就是帮大家去取出火种，但是它失败了。它本来身上颜色非常漂亮，可是它被火烧的这全身是漆黑的。他没有死掉，他就很失败，他觉得他自己很丢脸，所以他躲起来。再来第二只，这只鸟呢，它体型非常的小，跟手掌心一样大。可是当时它有个优点，就是它鸟会非常的长。可是呢，它在取圣火的要回程路上呢，因为火把越烧越短，把它嘴巴鸟会烧到已经快接近它脸的时候，然后终于它成功，它就马上把火把交给我们头目。当时我们头目就是为它去做祝福动作，这只鸟它有要求，就是说。只要每逢我们采收一些稻米、小米，第一优先都要有这些鸟类去吃。所以呢，我们在稻米田看到最多鸟是什么鸟？麻雀，就是麻雀。好，所以我们这边就是非常特别一个神话故事，已经到我们现在生活上，蛮有趣的，蛮有趣，蛮有趣，蛮有趣的。那在点完之后，我们大家全部点完之后，我会唱一首祝福的歌词，就是我们周族最传统的一个祝福的歌词，为大家做祝福的动作。OK， 嗯。OK。
哈咿呀，哈咿耶呀，哈那，哈哈嘿呀，哈那，哦哈咿呀，哈哈咿耶呀，哈那，哈哈嘿。谢谢。很厉害，很厉害。因为我们取到圣火了，所以呢，我们一样火把放着没关系。我等一下会教你们跳我们周族最简单的一个传统舞蹈，叫八步。咿哟咩呀，啊哈。在我们周族呢，有简单的两个词语。第一个就是我们周族的最简单的问候语，叫做阿彪彪友。阿彪彪友，意思就是你好跟谢谢的意思。第二个是我们周族最简单的祝福的语言，有九哇素，有九哇素。所以他不要出力，因为他要祝福人家这样。有九哇素，有九哇素。这个是口说的祝福。接下来我教你们这样动作，来，原住民的祝福。所以我如果 在路上遇到周族的人都可以这样，都可以用这两个，我说哎，原住民的祝福也可以的，有给我数，对，他也是 I will be you 那我们就带着火把，我们要回去了，对，我们就要走回去了。 OK 鞋子要记得拖鞋要记得带哦。来，让你自己的火把。OK。哇，我大把的。OK。这个，来，我们火把在这里，我们就叠上去。对。让后人来这边可以生火啊之类，烤烤肉之类的。跟你玩了一整天，我觉得突然爱上了周族。怎么说？就觉得好像很多这种很传统的一些，对我们来说是新鲜、好玩，但是也觉得很棒。对，对，很不同的体验。第一次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大家围在一起，然后火把。对，像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宗教的那种感觉，对，就是他们的族的仪式，周族的仪式，对，就是像取火啊、祝福啊之类，其实都有这些舞蹈之类的。阿彪彪友，原住民的祝福，You give me a soul， 别忘记哦。好的 ，OK， 谢谢你，我也谢谢你们了，好可爱，谢谢。现在几点？蛮舍不得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们都会带带头嘛，一定都会火星啊之类，会有固定的那个来熏，对对对。
你们两个真的是整天呢、欸，太对了，整天真是整天。哎、欸，我跟你讲，仔仔整天被欺负，刚才也被一只白狗欺负，然后家还是在那边很调皮，他咬不咬一下，咬一下，他咬一下，是他讲你不是我，他咬一下，他咬一下。仔仔，仔仔，其实还蛮可爱的。好，走吧。OK， 那我们就回去了。走了，谢谢，谢谢你。谢谢。Don't say you know me. That was so long ago. I've changed. Please see me. There's so much you don't know. You turn me away without a chance to own myself. My faults define me, but I am someone else.Judge me on. I'm ashamed. We're repeating everybody else's flaws. Can't we just start again? I'm ashamed of how this ends. Don't speak, just listen. Pretend we met today. See meAs I am, don't think about yesterdays. You turn me away without a chance to vindicate. I beg and I plead that love is not too late. I'm ashamed of these feelings from the past you judge me on. I'm ashamed.Judge me on. I'm ashamed. We're repeating everybody else's flaws. Can we just start again? I'm ashamed of how this ends.